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猫，我是锅巴，欢迎来到熊猫吃鸡讲堂。据说只要关注了肥肥的熊猫，就可以吃到烫烫的鸡哦。哈哈，跟我敢抢，怕是连我的腿毛都摸不到。今天熊猫带着一位小粉丝，打算去鸡塘里头打捞一番。这核电站一看就是封锁之地，咱进来看看能不能捡漏几个盒子。毕竟身上就把汤姆熊，这枪很尴尬，不能装备进。可是熊猫一点都不慌的，毕竟我可是鸡喵王啊！哇，这瓜皮还敢偷偷摸摸，连鸡喵都可以把你打得服服帖帖。我来填个盒子。喂，竟敢偷摸屁股，人呢？在哪？哇，小姐姐停住啊！我看到她了，我先打个药，你慢慢爬过来。Nice， 击倒一个。看来应该还有存货，这会儿估计在扶他呢。麻烦，竟然是个人机，老子你这也太皮了吧！这时候叫个人机来逗我们。哦，看到他了，小腿跑得倒是挺利索。不慌的，这有点远，咱们摸过去，然后给他致命一击。压了，在熊猫的一亩三分地还敢反击？击倒！哇，还有个头铁啊！小姐姐你怎么又倒下了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，我看到他的脑袋了。鸡喵王，了解一下，完美酷炫屌炸天，嘿嘿嘿嘿，接下来当然是带着小姐姐去舔空投了。我一路走过千山和万水，我的脚踏遍机场和迪拜。哇，吉利服，这把的鸡儿怕是已经稳稳当当的在我的裤裆里了。不慌，咱这里再给小姐姐捞个空投，一家人就应该一起肥肥的。哎呀，有人呢，空投里竟然有吉利服，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上打一个，这时候跳车很明显会摔死。不慌的，我们把车开到海里，只要我们弄出海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完美酷炫屌炸天，嘿嘿嘿嘿嘿。哎呀呀呀，小姐姐吉利服穿上，这画面简直了！我就想问了，你们双排有拍到过双吉利服吗？不是我吹呀，真能捡到双吉利服的概率就跟中彩票似的，能捡到的一般都是光子庇佑要吃鸡的人了。哎，是哪个人偷情啊？我的双吉利服啊！我觉得咱俩可以评为本季度最佳快递员了，难受，想哭，么么哒。